motori. Sui motori.英文有一个单词叫做 spectacle， 中文直接翻译的是奇观的意思。行为艺术之所以令人着迷，是因为撇开一切背后的意义，光看表面的形式，它就是一个奇观。而人类对于奇观的着迷程度远超过我们想象。举个例子，很多人都要去国外、国内旅行，那只要去到了一个陌生地方，最重要的并不是说只是单纯的去享受一些街上的景色或怎么样，你肯定是有一个内在的一个强制去推动你去看一些地标建筑啊，或者是某一些很著名的演出，比如说你到了巴黎，你要去看这个红磨坊里面的一些演出；你到了泰国，你要去看这个人妖秀；然后你到了这个纽约，你要去看百脑汇，一样的道理。其实这就是典型的对于奇观的一个猎奇心理吧。因此如果你把行为艺术本身的表现形式转化为一种对地标建筑的这个欣赏逻辑，其实很多根本没法理解的这个艺术呢，它的表面其实就变得比较通俗易懂了。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下这位我特别特别喜欢，也之前在我的动态里跟大家承诺过我会聊的这个摄影师，应该算是行为艺术家吧，但他摄影师对他来说界限太小了。他叫泽原立生。那么这位1946年出生的日本艺术家呢，他的作品虽然没有和他的年龄相仿的山本博司在我心里的地位那么高啊，但绝对超过了这个红到不行的这个荒木经惟和森山大道啊。他的作品非常诙谐幽默温暖积极正能量，同时极具这个我刚刚说的这个奇观的特质。这里呢，我要和大家分享两套他比较重要的作品。第一是他最经典的使用六块左右法式长棍面包包住脸做成的一个面具然后上街自拍的面包人系列，以及他和他母亲共同完成的艺术妈妈系列的这个摄影作品。在面包人的系列里呢，泽原立生去到了世界一共200多个地方嘛，不一样的地方，通过自己或者去游说周围人和加入他，然后带上这个法棍做的这个怪怪的面具啊，然后大摇大摆的走上街拍下各种照片和纪录片。毋庸置疑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争议的作品。我这里呢要再次重复一下啊，当代艺术和普罗价值观的冲突呢，就像是我们很经典的看到这个法海和白娘子一样啊，永远没有办法避开的一个宿命。尽管这个法海他是法海啊，对，法海他是如此的这个正义凛然，他有他的这个正确的一个动机。那白娘子他也有，对吧？但他们永远是一个矛盾体，没有办法避开的，这就是一个宿命。艺术呢，最重要的目的之一是提出新的可能，以及打破某一些既定的思维，或者呢提出新的视角，一些问题。既然是打破传统，那么很多时候正义反而是检验一套作品是否拥有伟大气质的比较重要的一个先决条件。当然它有大量的也有大量的这个附庸风雅，为了引起关注，实际上里面是非常空洞哗众取宠作品一大堆啊。所以呢泽云立生的这套面包人呢，除了透过搞怪引起别人注意之外，似乎有更多令我着迷的地方，比如说不同地方的这个群众对他行为产生的一系列的这个连锁反应啊。有一些乞丐呢想要抢掉他的这个面具当饭吃啊，这是真事啊，大家可以去查。有些餐厅的人把他赶出去，理由是他在里面浪费食物这个事情好像发生在莫斯科还是在哪里啊，俄罗斯。也有很多路人呢觉得很新奇，自发要加入到他的这个行列，带着这个自制面具在不同的人群里所激发的这个互动呢，能够体现出不同国度的不同阶层的人不一样的一个欲望。这一层体现了这套作品的我觉得一个社会价值吧，起码是。那你说我刚刚说到欲望啊，穷人想要吃没有错的，没有问题，温饱问题没解决，看到有一个人在那边拿着这个东西当面具在玩，我当然要抢你的东西了，对吧？那有些人觉得你浪费，问你厨师觉得我食材已经很紧张了，这他都是某一种欲望在驱使他们产生这样的一个行为的啊。吃是一个欲望，制止也是一个欲望。那这个欲望再往下去想，它有很多的所以就是一个社会学的价值的东西了。那
如果大家对他的这一系列的这个视频有兴趣的话，要去详细的去看他的一些video，然后他在日本，实际上在日本年轻人的心里是非常非常火的。那么回过头来说呢，我还能看出他对于信仰方面的这个提问，他这道作品为什么使用长棍面包做面具呢？这一行为背后的动机和逻辑其实没有人知道，他自己。虽然说啊，有讲过说，因为这个渊源是来自于圣经里面，面包是代表身体，但我事实上觉得，这只有他自己才明白了啊，但是他是如何看待这个面具和戴着面具出去逛街的意义？我觉得不重要，一点都不重要，这是当代艺术很重要的地方啊，但是不重要，对他来说重要，对，我们来说可能是完全另外一个意义了，所以。这个作品重要的地方就在于，每一个认知背景不同的人，为什么会加入啊？这是一种单纯的信仰嘛？那为什么有人看了他的这个东西觉得很好笑，我也要戴着面具？有人觉得我这是圣经的典故，有些人可能觉得我就是想开心一下，我只是想玩一下。有些人觉得，有一个面具脸上覆盖着，有一种安全感。我想用这样的方式形容，在介入这个重新介入到社会的活动当中去，这也是不同的一个尝试嘛。然后，我就觉得这其实是一种每个人做的不一样的，动机背后的不产生不一样的意义呢？原因只有自己心里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只有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啊，别人不知道。信仰呢，其实也是这个样子。信仰最大的一个天敌呢，就是刨根问底的去聊逻辑啊，这个事情啊，怎么会一步一步用逻辑推？那信仰就是变得，就是绝对是不堪一击了。不要想那么多，觉得好玩就去做就对了，这就是一种信仰的一部分啊。我并不觉得呢，他在开展这套作品之前呢就已经想了，就是说已经摆明态度，想要影射一些信仰问题，但最终呢呈现的结果让我不得不这么联想吧，我只能说这是我的过度解读。那回到开头所说的这个奇观行为，艺术最终是否能够彻底进化出这种终极的究极气质？我觉得你的行为艺术最终变成了一奇观。它就是一种究极的一个状态，它需要时间和数量这两个我已经讲烂的，但听上去最简单也是最难做到的元素去加持，而他的两套作品都具有这种，他的很多作品都具有这样的一个，这些算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元素吧，就时间还有它的一个数量。那回到艺术妈妈这套作品呢，其实我觉得也算是一套行为艺术的作品，只是使用摄影记录罢了。泽云一生呢，有一个伟大的母亲，从小呢就非常支持他投身艺术啊，为此呢，他不懈努力工作到75岁来给这个泽云一生建立经济基础。我相信泽云一生也是有赚钱的，只是说他有很多作品呢是需要更多钱，对不对？去做，所以妈妈也是赞助他一点。那你可以理解他为啃老吧？但如果你从一个给人类留下的一个艺术价值的话，我觉得。再去谈什么所谓的啃老，真的是太儒家思想的一个羁绊了。因为有些人，他有他的信仰，他为了达到做到自己真正的伟大的作品的时候，只要你最终做出来的结果是 OK 的，那你的名气、你的名声啊，就是正的。如果你做了很久，最终还是失败，那对不起，这个世界就是很残酷的。所以，要不要极端的，你说通过啃老的方式，或者通过其他的方式，你去创作，这是你的选择啊。最终很残酷，只有结果会。改变啊，直到最后呢，他的母亲呢就得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啊，蛮可惜的。泽云一生知道母亲得病后呢，就立刻回到日本，长期照顾母亲了，并且用这个行为艺术来帮助母亲抗击病魔。我们都知道阿尔茨海默症呢是一种持续性的神经功能障碍，病情严重的患者呢会严重健忘啊，无法自理生活和进行正常的情感交流，行为能力逐步跌到。婴儿的一个状态，这个系列中呢有一个，我觉得蛮怎么讲，这个很五味杂陈的一套作品呢，叫做轮胎交流，的作品，他的母亲和邻居呢一些老人，每人脖子上呢套了一个废旧轮胎，这其实真的很伤感。废旧轮胎呢是垃圾，但又不是普通的垃圾啊，在日本它不能直接放到垃圾桶里的，它有专门的回收站。在这里呢，一个明显的这个象征元素出现了，我一直在讲。艺术作品的象征的元素，这是我们要去找的，很有也是最玩味的地方。客观来看，这些轮胎就好像某些老人、孩子，也许是他们的回收站，也许不是，会丢弃他们，也许不会。孩子们使用了一辈子的轮胎呢，走完了自己最重要的人生历程，
在中年的时候会问自己，这些老人态我们该怎么处理啊？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他的一个这提问吧。但是实际上我们仔细想想，这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客观存在的一个问题吧。每个人到了人到中年嘛，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当然了，哲学立身呢，除了冷静的抛出这些残酷的社会问题，同时呢，他又用他的经典的法国面包，还有各种其他的恶搞的方式呢，尝试去解决，或者说展现，他对于如何善待老人所提供的可能性。毋庸置疑，他绝对是一个孝你可以说他之前的这个他母亲一直他啃他母亲啊或者怎么样，但是从这个他母亲犯病之后，他直接立刻回来来看，一直照顾到他最后，我觉得是一个蛮懂得感恩的孝顺的一个儿子吧。那这点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他并不是只是说去单纯的照顾他母亲，他还用他所学到的这个艺术的方式去邀请他的母亲。把他母亲再带到各种生活场景上去，让他和世界仍旧保持一种互动。这种努力被搞笑的表象轻松化了，看上去好像很轻松，那实际上这是一种我觉得非常有教育意义的一种。哎，你不要总觉得好像照顾一个病人或者照顾一个失智的老人，你就只能每天就是喂他吃喝拉撒，不是这样的。我们有没有更多的可能性呢？我们有没有办法让他？重新获得尊严，这是听上去是一个不可能的。你让一个失智的老人怎么重新获得尊严呢？我觉得哲学立身做到了哦。然后他的切入角度呢，真的是非常好。因为其实艺术家说白了都爱教育别人啊，他也在展现到可能性嘛，展现可能性也是一种他尝试，他也想教育。但他切入的角度刚刚好。如果不好的话，就会变成好像要教育教科书那样的一个状态，变得非常平庸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哲学立身的作品。让我很感动的一个地方。好，非常感谢大家，我是心理，希望今天大家喜欢这个内容，记得给我三连。